承认多数过爱的深渊，却无法回绕你的身边。什么可白眼的强暴的我的爱和嗨，哎呀，我根本看不见弹幕啊，怎么办？叫哥哥上来说说。我必须离摄像头特别，手机特别特别近才能看得见弹幕。大家好，我来带大家看一下下雪的哈尔滨。带大家看一下。哎，小土豆。啊，回哈尔滨了。本来想着明天回的，后面感觉今天在杭州也没啥播的，也还不如回来了。我为什么不戴帽子呢？因为为了区分我是本地人。为了证明我是本地人，所以我才不戴帽子。该说不说，哈尔滨人可真多，街上全是人，我从未见过这么热闹的哈尔滨。我说实话，冒充小土豆。你看我这么高，我像小土豆啊。我回哈尔滨了。大家晚上好，我回哈尔滨了。然后我正好，我朋友他们都在外面玩呢，在外面就是跨年呢，但是我就是说我不行，我必须得是那个，就是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跨，然后我就自己出来直播了。我真的哭死，你们哭死。晚上好呀，大家晚上好呀。然后我在外面播一会儿，跨了到过了十二点，然后差不多了，我就下了，我去找我朋友去了。我在外面动一会儿，带你们看看，你们不是老让我播户外吗？带你们看看冬天的哈尔滨啊，再别说了。但是我不知道，哎，我这个手机会不会冻没电呀？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两个小时？
给手机贴个暖宝宝吗？是个好主意。一会儿我买一个，贴个热贴，给手，我自己都没贴热贴，我给手机贴个热贴是吧？看看这人简直了，你敢信？现在是，哎、呀，我12点局不能打了，我跟布丁说一声。我帮你说，不用不用，我微信说吧，我微信给他说一声。丁姐，我不打12点了，我一会儿就下了。昨天公益，然后今天加了一分，然后我又不想在家播，因为我家那个设备啥的灯都坏了，也哎呀，就是播不太好，我得把那个灯给它换了，太麻烦了。然后我今天就出来播一会儿，跟大家跨个年，跟大家一起在外面跨个年。蹭一下我大哈尔滨的热度，再别说了，全是人，看没看到？就是听说这种戴着毛绒帽子，然后穿着浅色羽绒服的，都是小土豆。什么？回家了，说话口音都变了，一股大碴子味啊！真的吗？我也刚回来呀，我就南方小土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当他们面说南方小土豆，他们会不开心吗？他们会不开心吗？还是说就是大家就是这么，大家就是说着玩的？我害怕。挨打，我说实话，会不会不开心啊？跳起来的，我要是挨揍了怎么办呀？还挺好看的啊，这么看，这个索菲亚还挺好看的。让我厚点。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好，我们往那边走走。我本来是定明天回哈尔滨的，但是我然后后面想想在杭州跨年也没啥意思，也没啥事干，就是在家直播。然后正好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早点回去，然后我就改了一个机票，改成今天回来了，今天中午的机票。我昨天晚上都没睡，睡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回来了。这是在哈尔滨。哎呀，真行啊，真行啊，家人们，看一下，我们来就是说，真行，大冷天的，真行啊，好啊，好，敬业，不知道啊，这什么艺术照，好像是拍艺术照的，但是估计拍出来能挺好看，就是太冷了。当然了，我们像我们这些小仙女，为了美，这是真人啊，是真人啊。为了美，这些也都没什么关系。问他冷不冷，不要怕揍我。我应该雇一个保镖跟着我，不然的话，我怕就是
我一个女孩子在街上直播，会不会被人打？要不要拍吗？要不要？拍拍我的。好，连看我在桌上脸，女孩转，在桌上脸，注意到她嘴型了。你怎么这么怂？还得下巴你吗？对，看我眼睛。这可是耳鬓呢。好，在桌上脸，在桌上脸，看我眼睛。绝对不服。对 ，OK。好，别动了，肩膀再往前推一点点。来，你看我啊。可以，走，我被围住了，我出不去了。走，安全吗？幸亏我给你提醒了。然后，背对着我，然后看那个镜头。最后一张，最后一张，最后一张，真的最后一张，快点走。哎呀！大家好兴奋啊！看我呀，不是看看景吗？看我有啥好看的？我有啥好看的？不是带你们看看建筑吗？俄式建筑吗？这个是圣诞树挺好看的。景有啥好看的？新太阳是一个小商场。这来这儿就是看景的呀，出来不就是看景的吗？我的话在家看就行了。这样吧，刷个飞机看我。不过户外没礼物，这也照不全呀。这个，我手机的问题吗？那是那个什么镇里哪儿呢？那我还是看背景吧。啊，年年，你给我刷一个飞机吧。我去买个糖葫芦吃，再别说了。但是我有点冷。我俩记得老串了。看一下吃啥呢？这前面这是啥呀？我怎么看不懂？榴莲啊。OK， 这谁的？来，给你来，好，接着。啊。谢谢年年，感谢年年送的长生飞机。能拍吗？草莓的拿了吗？没拿。好看我。没拿，全给了。妈，我拿。突然之间看我脸好大呀，迎着光。我想先买个糖葫芦，但这个光好死亡。然后这个，还是先看看。它这个光太亮了。要不来吃哪个呢？螃蟹。不要再搞笑了。完了吗，美女？那咋行？玩透了。虾鸡肉。虾肠。肥肠。我是南方小土豆，你可以把我夹在嘎吱窝下面走路吗？可以。呀，还有冻梨、冻柿子呢，那里是啥呀？行。哥，你那个报纸再给我一嘎呗。我就吃山楂的吧。我喜欢吃那个瘪山楂。糖葫芦，糖葫芦，来个那个瘪山楂的。好了。手机好凉啊！多钱呢？15，10块钱，十块钱，十块啊？
十块钱给十五就行。他刚才那十五，说顺嘴了。你这十块钱。再给你俩买一百的。等一下。好，我来他，我来。压扁了。这个景点里面啥都贵。好了好了，我找了。牙都快要掉了。这是哪儿？索菲亚，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帽子，我衣服有帽子。但是为了凸显我是本地人，给大家看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会儿小土豆吧。去买个手套，他还敢问你手里有。我一个人在外面呢。对，这是在哈尔滨的索菲亚教堂。不是巴黎去不起，而是尔滨更有性价比。我穿的是羽绒服呀，加拿大鹅，我穿的是。我自己说了这么多年的哈尔滨户外，怎么说？是不是实现了？咱们就说，喊一嘴南方小土豆，我害怕有人揍我，然后刷个超火吧，我就喊，虽迟但到。
电话报。我回哈尔滨了。为了确保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违规燃放，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尊敬的游客，哈尔滨市区内严禁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违规燃放，以免造成严重后果。尊敬的游客，哈尔滨市区内严禁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违规燃放，以免造成严重后果。不让放烟花，哎，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今年哈尔滨突然火了，然后好多人来。我先吃完这个糖葫芦，然后买个手套，然后带你们去转大街溜达溜达。我一个人出来逛跨年，我的朋友们在玩，我一个人来直播跟你们一起跨年，感人吗？开超地吧，不开个超地说过去了。今年的最后一天，神秘人呢？那些都是南方小祖宗吗？这仨肯定是，这仨肯定是啊。我去哪儿买个？走吧，买手套去。本来我就想吃两个的，结果怎么全吃完了？真够呛。吃的好快，动手啊，关键是。美吗？我拍我自己的时候，我看不清弹幕了，离我太远了，手机。真扛冻啊！不是扛冻，你们懂不懂啊？
这是信念。这是我要跟大家一起出来跨年的信念。放双眼皮，你给他画开。那不是早上就放吗？这好看的奶茶，这红的奶茶，那个啥，那个刚刚那个大叔穿上那么漂亮。手机不用散热风扇真好，手机都得贴个热贴，一会儿都没电了。头型都压坏了。我朋友说什么？看不清弹幕。哎呀，直接撞，咱们就是说，看没看着？不服是吧？不服直接撞。谁就搁这儿？说中最好，我不行，我怕挨打。我付钱了吗？刚才？我付完了啊！好嘞，真会搞！哎，热一热的，老皮都挺你！看哈尔滨烤肠了，哎，来恭敬一下！看我还是看路呀？哎，热一热的，老皮都挺你！看我刷个飞机吧。看我开个钻粉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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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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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真是没礼物啊，咱们就说半天收不着一点钱。我在家打 PK， 舅舅的还能吃点药药啥的，这啥玩意儿？哎，真够呛。这就是啊，怪冷的，在外面大冬天的，刷一架飞机看我一眼，过分吗？真不过分吗？可惜不下雪，不然更好。哎，我今天出门之前还特意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寻思看看这两天有没有有雪的那天我再出来播也行，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几天都没雪。为啥回东北说话就有口音了？不知道啊。
为啥呀？我回来我就有东北口音了，怎么个事儿啊？有盖子。萌姐是不是包的只剩眼？可不是啊，我刚刚甚至都没戴帽子，后面还是他们非让我戴我才戴上的。不冷，就是觉得有点不合群儿了，不戴帽子。24度啊，冷啊，你外道。高一，你买这鞋得是防滑的。现在带大家去那个庄大姐。没人刷飞机是吧？行，看我吧。谢谢鱼。真闹的。谢谢鱼送的长城飞机。这什么帽子？我这个摄像头拿得太近了，我都没法给你们看我的穿搭了。我的这件羽绒服特别的有设计感。闪死我了，我给大家跳个舞吧。它这个帽子其实戴上不好看，不戴比较好看，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领子就是这样的，自带一个后座。粘的好像都是糖。
吓人，他们干嘛？他瞅啥？我应该问你瞅啥？哎呀，我的帽子怎么戴？帽子看着怪怪的，它就是这样的。要转大街了。下半身。安装大街了。哎，应该要辣椒。好了，别点。好了，我这溜鱼呢。不好意思啊。现在都几点了？为啥外头还这么多人？接下来带大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尔滨，非常著名的一条街，叫做中央大街。哇，那得抬我两回了嘛，不好意思了。树上挂满了红色的灯笼，非常的有，没看到了，非常的有跨年。过新年的氛围，夹起来。我十二点的时候应该在哪儿呢？我十二点的时候应该去仿佛纪念塔看烟花，还是应该在商场门口倒计时呢？江边应该在局里坐牢，我今天都已经出来了，我就不想坐牢。这是什么东西？冰雕。
世界，冰雪大世界我实在是没去，人太多了，而且太冷了那儿。谁唱歌呢？是不是同行？我去看看。谁唱歌呢？商场里面的人吧，应该是。在外面也没看着有人唱，在唱。哦，是商场里啊。那我们继续听首歌吧。几点了？现在？好事出现，美好如愿。再告诉你一些，朋友们，这里是中国。左手指月，指指他。懂你冷了。不是，主要是里面有节目，不看白不看。要不然我们就在这儿听歌吧，别去那个粉红纪念塔，别去江边了，挺冷的外头。怎么样，大家觉得？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先感受明月的生命演奏《新花词》。这人也太多了。这儿呢？现在金安都营业到这个时候了，就这两天吧，应该过节。在斗鱼直播一天吸的粉都多，这商场不行，没人刷。藏着土豪，就像上次给我买帽子的那个人似的。咱们去买点好吃的吧，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啊，上电梯就能看着了，人也太多了吧。关门啊！
买点吃的。这就是冬天的哈尔滨，真行啊。小土豆挤麻了。哎，但是你们看，其实东北普遍的男的身高都很高，就是你看我的这个角度，因为我已经很高了，我拿着手机，你们看这个这些男生都挺高的，感觉都有1.8米。怎么还有短袖儿？哦，那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属于是，就是说，外面穿羽绒服，里面穿短袖儿，就是正常的穿搭。我们正常的穿搭就是这样的。对，屋里贼热，外面贼冷。吃点啥呢？我已经不想出去了。找个地方坐会儿，吃点啥吧。到12点我就吃到12点，吃到12点咱们就下了吧。怎么样？啥呀？来个蛋糕不？爷们儿，蛋糕来一个，女士，今天中午给尝一尝。美团都有团购价的啊，三十五。来个章鱼小丸子吗？章鱼小丸子没黄，改地方了。这里面没有锅包肉，章鱼小丸子，快点！前前还有队友。但是他家章鱼小丸子，搬到这边来之后没有之前那么火了，之前可火了。没有，我一回头人就没了。来个啥的呢？培根芝士。那个没了，那个没了。玉米奶酪呢？没有，玉米培根和香肠没有了。那就要原味的吧。更好看一眼。也没了。做好了吗？马上。好啦，看一眼呢。你好，来什么？来一个原味儿的。看看我吧，我不主动转过来，你们也不要看我。
腻了是吧？回来洗。转过来不夸我美是吧？行。行。行。在哈尔滨。路上没人穿帽子吗？我跟你们说，我在哈尔滨，户外的时候从没被人认出来过。就是他们那些是属于地方网红，我是属于网上就是游戏圈的吧，不一样。开到51呀，我都92号了。我是属于游戏圈的吧，我觉得好像打游戏的认识我的更多一点吧。12点在这吃小丸子，我估计12点我就吃完了，然后正好出去，他应该会有一个商场门口应该有个倒计时，就在这跨了吧。哎，我是92号。74。到我了，这么快。92。对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哈尔滨直播的主播呀，不然的话还可以一起出来播。
着我们就不算一个人，然后人家看我在这对着手机自言自语。大哥远，我配吗？我配吗？欢迎无常哥。11:50能和天天 PK 吗？天天不是在那个啥吗？天天不是在唱歌演唱会吗？我是能啊，但是我怕耽误他直播。转你，来的时候就说你是我粉丝。
进安复议。我现在去看吗？好，我是在直播间。表白完了，可以连了。跨年了，也许我们。
会儿帮我开一张钻粉卡。在加班吧，
我在哈尔滨呢，信儿，我昨天刚回来的，然后正好赶上新年，然后带大家播个户外跨个年，带大家看一下今年的哈尔滨，寻找一下哈尔滨的小土豆。这五个人肯定是了，再别说了。还没有感觉你穿的少了呀，这不是证明我是本地人吗？我要是穿那么多的话，不就那个啥了吗？气球棒不就看起来不像本地人了吗？我都没穿貂，穿羽绒服了。零下20度。谢谢鱼，感谢鱼送的水晶插货，谢谢鱼。谢谢鱼，新年快乐啊！谢谢鱼。不动手还行，因为刚从商场里面出来，我买手套了。还行啊，感觉不怎么冷啊。是因为我真没感觉冷啊。又大步走。欢迎富比哥。零下20度，20多度吧。谢谢使劲哥，感谢我使劲哥送的2个至尊插货，谢谢使劲哥。谢谢使劲哥送的3个至尊插货，谢谢我使劲哥。看我的帽子。大家帮忙凑凑人头呢。新年的第一天，其实我跟你们说，我本来是想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跨年的，但是想着这天直播可能就是可能你们会比较失落，然后我才跑出来直播的。他们都在玩着呢，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直播的，太感人了。
因为之前的跨年我应该都是在家里播的，就跟大家一起在家里跨的。谢谢福明哥，感谢福明哥送两个至尊火箭，谢谢福明哥。我以为你会说免费的药。谢谢福明哥送的两个至尊火箭，新年快乐啊，福明哥。然后跨完年赶第二场。免费送热，免费送红糖热。我也想给他拍一下。免费送红糖热，免费拍一张红糖热。他们为什么都拍那个人啊？谢谢 BB 四音乐粉丝牌，大家帮忙凑凑人头呢。我们新年的第一天，过个新吧。看一下尔滨的中央大街。谢谢史劲哥，感谢我史劲哥送的20个至尊飞机，谢谢劲儿。还差多少人头呀？人头凑不够吗？22个。大家帮忙凑凑人头吧，主要是我没有手找双子了，我不想拿那个手机了，太动手了。谢谢大家的人头。抽生日卡。是，大家帮忙凑凑人头，我们过个一心先。加了。行，那我就走。这腿怎么长？都别找影。谢谢一子姐，感谢我一子姐送的心愿火箭，谢谢一，新年快乐呀一。你入境了，老铁。现在的中央大街上简直就是好像是晚上7-8点钟的时候一样，人好多，我服了。你现在是要往家走？没有，我们现在往那个江边走，然后走到江边给你们看看那个江边，我就下了。
谢用户哥送的办卡，感谢用户哥。我们现在是顺着这条中央大街走到皇后纪念塔那个江边儿。扔鞋冰吧。那个江边儿有玩什么滑梯、冰滑梯的那些东西，但是现在应该没了吧？白天，早一点的时候有，现在可能没了。你不回来你怎么不走吗？你怎么你反正是这个这不是广告无法说停啊你不要我走了冻住了冻住了谢谢使劲哥，感谢使劲哥送的清凉椰汁儿。哎，好像是不是黑屏出？昨天黑屏出东西了。昨天都过一星了，我看。我在不行是吧？必须得是黑屏，必须得是黑屏出。我在的时候不行，我在的时候比较黑。给你们看看前面吧，这个帽子，我发现也发了，羽绒服带的。山上的刚刚不知道咋回事。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你看看人家有大哥都不戴帽子，
整个也就跟平常一样。我冻成那样了，是因为有你们陪我过节，所以我心里比较暖。外面的温度再冷，都没有办法，都抵挡不住我心里的暖。再别说了，谢谢鱼，感谢鱼送的珊瑚，谢鱼送的惊喜盒子，谢谢鱼。真的，看到点人儿，我也挺冷的。这应该是我鱼生，这个灯挺好看的。唯一一次在哈尔滨的冬天过户外了，且看且珍惜吧，家人们。真的是，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出来播了。我说你们上路多，也算是渺小的我为哈尔滨的，就是做的一点。对，宣传哈尔滨做的一点那个努力吧。我真不管。城市宣传确实。哎呦我天。各位游客，请右侧通行。各位游客，请右侧通行。出了一份微薄之力，确实。各位游客，请右侧宣传开始。各位游客，请右侧通行。太冷了，我说实话真太冷了。这天在外面直播真是啊，可真是。太惊艳了。啥都别说了。啥都别说了，过个二星吧。过个二星送我下班吧，啥都别说了。谢谢鹏鹏送的长胜飞机，谢谢鹏鹏。啊，现在去江边儿。啥都别说了，给我出个美人鱼吧，斗鱼。谢谢狼人哥，啥都别说了，大家凑个人头吧。怎么个事儿？在外面应该是不是应该跟路人互动互动什么的呀，但是我有点不敢，我老觉得动不动他们一言不合他们就会削我，我一个人势单力薄的，有点不敢乱说话，我说实话。这直播吗？对耶、yeah. 是那边小土豆削他们。
这是哈尔滨，人真的很多。你看，你们看啊，我靠，这大半夜的，真行了。啊，谁呀、啊？不认识啊。那有一条小吃街。零下，我在零下20度的哈尔滨想你。张万森，下雪了，我想你，赶紧过去补充热量，再整点劲儿，拿着直播间有点影响我吃东西。别想了，快乐。然后给人家这个。我的章鱼小丸子快到了，那个金安的章鱼小丸子确实挺好吃的。我好累呀、啊，我走不动了，能不能给我充能一下呀？别人户外都咋过的呀？真够呛，可累死了。我受不了了。唉，好累，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说实话。谢谢时间哥，感谢时间哥送的椰子幻想岛，谢时间哥送的沙滩糖，一些时间哥送的落日灯塔。哎，那边有烟花。谢谢时间哥，感谢时间哥送的清凉椰汁儿，谢谢时间哥送的落日灯塔。哎，放完了。谢谢 BB， 感谢 BB 送的长胜飞机。好，有劲儿了，我们继续走。这边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哈尔滨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防洪纪念塔。它是以前防洪成功的时候建造的，然后这里的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纷纷来这里与它合一张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去看江了。走，下面我来带大家去看一下。有没有电子解除器？导游启动。都是小土豆，这几个不是，这几个一看就不是小土豆。我给你们找小土豆。谢谢劲儿送的清凉椰汁儿，谢谢劲儿送的椰子幻想岛。谢使劲哥。哇，不是不让放烟花吗？谢谢时间哥送的爱与相连，谢时间哥送的万里扶摇。可以放，烧掉。
感谢史杰哥，谢谢我史杰哥。咋整？这二星真够呛，他不出大的呀，大过年的。我手机都要没电了。你说路上还多远？到了已经。我先充个电。我现在充上了，但是它要是如果直接动没电了，那我就直接关机了。我有病吧但是该说不说，这儿还是挺有那个叫什么过年的氛围的，说实话还是挺有气氛的。没有来过，看江上都有啥。现在这个江上全都是，哎，你说在哪天来唱？就是他们一个，就是这个江上现在是一个，还要玩水圈，冰雪项目，都是主要是来看人了吗？现在已经没人了，白天的时候都是各种项目玩的东西，这些项目已经关了。年轻人怎么？这个是什么江？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松花江吧。憋着吧，土豆。啊，对，有滑梯，然后有爬犁啊什么的，然后有那种什么，就是车拉着那种的，一顿乱转的那种。本地人怎么还不知道？好像是松花江吧。是松花江吧？你这么我应该知道啊，但是你这么一问，给我问懵住了。你是本我是啊，我是本地人，黑龙江。好，说咱们哈尔滨肯定一点。这一次，马金林，我在这儿哦。他这花放的有点小，没有大点的。我买两根，关键我都没手拿，我一个手拿你们。那个手冻的都冻透了，我还拿个花放呢。我应该找个人跟我一起直播，帮我拿个手机啥的，一个人播有点吃力，该说不说。啊，可别让我走了，我都累死了。谢谢神秘人送的至尊超火，谢谢杰哥，新年快乐呀，杰哥。杰哥今天能过五星吗？昨天就是那加回来那个分儿，有劲儿。好，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前面的
意大利公园看，一起看看吧。是昨天的事儿。OK， 下面大家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土豆，他们在开心的放烟花，还有跟雪雕合影。不知道杰哥怎么跨的年呢？咱们就是说，小心土豆削你。谢谢柚子，感谢柚子。欢迎光临日茶。咱们再说说家人们能不能凑一下人二心的人头。斯大林公园，我这走反了。这边人多呀，咱们就往这边走吧。怎么听到了拖拉机的声音啊？哎呀！谢谢柚子。这不是斯大林公园吗？我没走反啊。对呀、啊，我是本地人啊，不要质疑我，我是本地人啊。手机冻卡了，确实，他这个手机一凉，这个电掉得太快了。大街里面走啊，这边其实也没啥好看的，这是啥呀？这是个滑梯。这是个大滑梯。啊，网红桥，对，前面那个是网红桥。那边有啥好看的吗？好像也没啥好看。我们还差六个人头，大家把我们的二线人头凑凑呢。要不然我们这样，一人来五首，看看能不能出一个五千的。我们一人来五首惊喜盒子，怎么样？胖了。谢谢大家凑的人头。卡了吗？真卡假卡呀？不会是我说我让大家一人来五首，然后你们就说故意说卡了吧？有人唱歌。不卡了，那我们一人来五首吧。新年快乐呀！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新的一年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就那个。
你向天来来无理要求之风的欢迎嘚嘚哥，他的直播间人好多的样子，大家都在旁边。新年快乐，嘚嘚哥！得去一个有亮的地方，那个地方太黑了，灯光太微弱了。
感觉其实可能也不光是外地人吧，本地人应该也挺多的。啊，这是牡丹江市。牡丹江，牡丹江，大庆市。大庆，大庆，大庆市。齐齐。齐哈尔，齐哈尔。齐哈尔，看着了。可能不光是，可能不光是这哈尔滨的人，黑龙江的人。鹤岗，鹤岗，鹤岗，白河，白河。感觉要是一直在南方待着的人，然后来这边，冷不丁来这边会冻感冒的。像我，其实我还挺抗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在这待太多年了，都习惯了这个温度了，感觉还好吧，没啥，不是特别冷。谢谢呀，感谢杨总的心愿火箭，谢谢呀！小灯笼啦，新年快乐呀！谢谢姐，谢谢我姐。破费了，破费了，破费了！谢谢杨姐。他刚被留过年放吗？出门中途都是。还凑不凑凑二星了？感觉差的真不多。要不然我们再来五首，万一出个美人鱼呢？看情况吧，不一定播。今天看看吧，今天晚上应该是去我姥姥家，然后跟家里人一起过节。要是如果回去早的话就回去早的话就播，要是回去晚的话就不播了，到时候看情况吧。今天晚上，到时候看标题吧，就。谢谢使劲哥，感谢使劲哥送的沙滩躺椅，谢谢使劲哥送的清凉椰汁儿。感觉使劲哥好像还是在我黑屏的时候点的比较欧，都怪我太黑了。谢谢胖几哥，读书，谢谢劲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鼠标？名字好看吧？其实。
就是，哎，我把我这个充电宝拔了吧，反正我也快掉下了。带着充电宝。就是在那个电脑里面看着颜色有点失真了，其实挺好看的。大家新年快乐啊，节日快乐，那我下来，拜拜。还得到过年有气氛。过年的时候我可不出来了，过年的时候就在家播了。拜拜大家，谢谢大家。